第四题的话，就是这个是可以把它松开，哦，然后到时候的话可以调整它的高度。好，要注意就是这边的话必须要有间隙，哦，这个地方要有间隙，最上面这里跟上面这个要有间隙，哦，不然的话会切到，哦，这只有这样的注意，哦，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应该是，哦，跟原来的差不多。